我是刚刚跟你说早上的白心呢，10月13号。那个七点52分，出发测试。是那个是1529新竹发车，将秀安线开往瑞芳的 A 列车要下面走，然后980要全车。百度。今天我坐的是蛮慢回瑞芳的区间车回瑞芳，然后后来刚刚拖时间。想说算了，把那时间弄完了。我原本是7点多、8点多就要回，搭火车回瑞芳了。我的300，他的保姐一定被拆。哦，交回二大尾箱，基隆真线过来的二大尾箱。被盗没给搞啊！快到了。被盗，你别搞，快到嘞！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其实已经快到瑞芳，蛮开心，因为我又要回家2天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